大家好，我来介绍一下短拳的来源与它的风格和特点。面掌拳属于短拳，又称面掌短打，源于明朝，创始人号称面掌，浙江金华人，明代武艺家。据明朝秦继光《技巧神书全经》摘要中记载，吕洪八下遂刚未记面掌短打。那么说，在明朝，秦继光武艺家对该拳都有了一定的评价。那么说，这个拳种还是不错的。清朝末年，由绍兴流传于河北省保定地区高阳县一带，徐汝孙、胡建堂等人继承了该拳的精华及套路，后来组成了轰轰烈烈的八十场，成为有名望的武术团体，练武之风极成高涨。我有年拜本村面掌拳、翻子拳传人王立增、张德亮为师，较为全面的继承了面掌、翻子拳的套路和器械套路。在我们本村，我是第三代传人。为什么说我第三代传人？如果要往上推的话，恐怕是十几代传人了。因为这个拳的历史悠久，到现在啊，已经有500来年了。本拳是由拳术套路和器械套路两部分组成。面掌并非面肉之一，而是刚猛、快速、有力的拳种。他的手法有拳掌钩、肘，另外还有一种剪子手，啊，这个剪子手在这个拳种里头来讲的话是比较突出的，啊，他能点、能穿、能戳、能砍，啊，四指抱食指，啊，这样力量就大了。单纯的这个掌，啊，就没有这个截力，没有砍力，啊，这是这种拳的这个特点，这个手法是一种特点。它的步伐有马步、弓步、虚步、钉步、叉步、击步、跳步等等，但是以马步为主。啊，它的踢法有蹬踢、踹、扫、弹、搓、挂、撩、抄、绕、绕等等。啊，它的主要特点是套路短小、精悍。一路只有2个来回，不过3-5步之长，20来个动作组成，身法紧凑，劲力充实，手法简洁，干脆利落，清晰明了，刚劲有力，多爆发劲，积极性突出，给人一种精神饱满、强悍有力、势如破竹的感觉。本拳无论是步伐、手法，都简而明。快速有力，力发于腰，节奏合拍，一气呵成。它的主要要求是刚柔相济，虚实并应，随机而变，快而不散，密而不乱，猛而不笨，缠转闪纳而不懈，以短制长，以闪为进，以活为本，以快克慢，起手发招闪电般的快捷，雷霆般的凶猛，手疾眼快，身灵腿巧，力脆，气顺，法密，严谨，拳不空发，手不空挥，灵活多变，以法多用，是该拳的精髓。该拳无论是从套路内容和技击特点，都具有他自己的独特风格，是一种优秀的传统拳种。通过此拳的练习，可增强身体能力，培养灵敏果敢的精神，掌握搏击的技术。下边我跟大家介绍一下他的马步，因为这个马步跟其他这个门派的马步不太相同。下边由我的学生做一下马步换弓步。因为这个短拳的马步了，跟长拳的马步和其他的马步不太一样，所以跟大家这个交代一下。
带一下麻布。你看这个麻布有个推掌啊，有个推掌麻布，有一个圈轴啊，你看这个裆腰器要小，这底子要圆，脚要扣住啊，脚插地透顶天啊，透劲顶破天，要跌肚撒腰眼啊，但是上边不要用力，上边不要用力，四肢平顺松绑肩，气顺两肋归丹田啊，这个主要是耗的这个麻布功，这是这个短圈的这个麻布的要求啊，一定要听顺，你看一看倍儿直，不能往前倾，不能往后仰，不能往左，不能往右，往右啊，一定要正直啊，正直，这个头呢跟这头劲跟顶破天了似的，这劲啊，也可以拉弓式，你看拉弓式也是这战法，拉弓式的时候这个胳膊大家一看认为是直的，这个胳膊不是直的，四肢肥直，你看你看有这么一个弧弯，你看啊，是不是不是这样直的，你看是这样啊，所以这个这是短圈的一种特点。这个后边要求这个两个肘，后边这两个肘跟这膝背这是一条线啊，这个这是这个基本的麻布功，这个圈的主要装法啊。再一个它变弓步，你看这一变弓步原地不动，你这个麻布多大啊变多大，那么这个重点这要搁在这个胯上，你看这后胯要往下坐啊，不要拿腿支着，不要这样支着身，要坐住，你看这都弓步冲前，这个胳膊也是这样啊，它都不是直的，它因为它不是长拳，它属于短拳，这都得含着，你看都是这个劲，这肩一定要沉下去啊，你看这个里这都有了啊，这里头有了也是这样，这个劲也是这样啊，这个对方如果要在这打的话，他蹬后边腿，你看你看蹬后边腿，你要往前拽，你看他蹬下边腿，你看装底儿要好，这个装得经常耗啊，不经常耗不行，这个劲也可以叫四平劲啊，就说四平劲就是这个劲，那么转过来还是这个步，转过弓步来还是这步，哎，这样大家再看一下啊，一反一正，大家再看一下，是不是这个姿势还是这样，身体一定要正直啊，不要倾斜，这个叫换裆，麻布换成弓布，弓布再换成麻布啊，再拉光式换麻布，你看还是这步，老以这个麻布为准，你看唱起来它步子太大，你看收的时候你别这样不好收了，对吧，太大，咱们这麻布你看眼裆麻布，就是这个裆不要要啊，把这个裆藏下来掖下来，你看掖下来要挺直正直，这个麻布跟弓布了就向大家介绍到这儿，下边呢演练第五趟沾烂八打，由我的学生先练演练一遍。下边进行
该圈的第五趟圈，第一张亮马打，张亮马打初始动作咱们就不详细再介绍了，因为这个前面四趟跟这个初始这都是一样的，都是相通的啊，咱们就不再做了。这个第五趟的第一头一趟第一趟再让我学生做一遍，下边我先说一下这个动作的要领。出手完了之后，这就是个马不拉弓啊，你看粘拦，你看发打，粘拦发打，哎，是这么个动作啊。这个让我学生重做，从头试，你正姿势站好啊，哎，活过头，提起上步，实拳，走，双单手，哎，单边，脚锤，南北锤，南北锤要震脚啊，哎，刚才前面这几个动作呀、啊。咱们上一次集团圈里头都讲了啊，都不要多讲了，还是归这个院当，归这个拉弓式啊，这个动作也叫骑马拉弓式。咱们都讲的是这胳膊是弯的，死直非直的动作啊，后边肘与肘一条线啊，是这么步，粘粘的时候走一个虚步，粘这都这个针大家看清楚，你看这回针，你看甩这个钩，甩这个弯啊，对方离了啊，你看对方在这边来，哎，你看这么动作啊，粘住，注意这个步啊，前虚后实，这跟那个星移差不多，三七开，前边三分力，后边七分力啊，你看来，哎，原来再跟大家解释一下啊，一定要掩住肘，要一定要掩住肋，你看这得是一定要不能掀住，掀住不行，掀着丢着，这丢着，这是自己护自己，护身，护身说话得光打别人不行，你自己得护身，你看，哎，所以这个动作一定要掩住，不要这样，不要把胳膊抬起来，你看一定要掩住，你看，哎，把这眼死啊，护肋是三护之一，前面是八八打，哎，这个打是个立掌啊，这个打出立掌的还是圆当啊，待会儿变过方向来之后啊，再看后边这个手啊，现在我看不见后边这个手，你看掌心冲上是这么手型啊，上边是立肘，再走粘虚步拦，哎，这一反一正啊，这都看清楚了啊，这个动作就走三步至五步啊，那么就说是根据场地，根据你的体力，根据场地走三步也行，走五步也行啊，甚至于走七步场地要大啊，这个主要是走单步啊，走出一个单步来就行。啊，打，哎，你看这个手出来了。刚才我讲了，你看这个掌一定要托住，在这托住，你看它都得护住。你看，你大家注意这个胳膊，你看这个胳膊，你看它往这抻着，你对方蹦来，一来他一坐肘，这得眼上藏上的，
因为它不是这样的，它是这，这个掌也是死之废之的，来做一个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好，这次是沾拉法打。下边第二节，刚才练的是第一节，五趟的第一节，现在第二节，由我的学生先演练一遍。下边挑踢，你坐一下啊，你看这个挑踢啊，转身有个回身脚，走，哎，别动。挑踢是用这个胳膊往上挑，啊，这是八字掌，这手性变了，你看不是这个掌了，你乐意推，你看是这个八字掌，这个胳膊挑的时候，挑的时候怎么办？你看这样往上挑。哎，也叫突，你看，哎，是这么个性质啊，大家都看清楚了，因为他走路子的时候了，你不容易看清楚，你看，突他，突什么？就是突对方的胳膊，你看，哎，你看，啪，但是必须跟上腿，你看，必须跟上腿，啊，下边上边拖不住，底下这腿得着，啊，底下这腿踢不上，上边你得拖着他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啊，那这是。上下一起动，啊，腿到手到，这是一样的性质。哎，我这学生在做啊，做挑踢，别动。哎，你看他这个掌是圆形，这个胳膊是个圆形，你看，他在这架我，你看，就是这么一个动作，明白了吧？我劈了他来也好，我是打了他来也好，你看，哎，这是这么个动作。另外一个。还注意一个情况，注意的地方，这个手不要这样走，没有力啊，这手出来也没用，不起作用，怎么办？你看，在这走，你看，在这种地儿走，你看这手，你看，啊，你看，在这种地儿走，你看这完了，这完了，哎，这个推着。手贴着胸，嗯，好用腰力，好用这个腰往上挺的这个力。你看这没有腰力往上挺，你看这胳膊啊没劲儿。你看这腰往上一挺，啊，这就有力了，这个力子出来了。啊，你看这动作很简单，但是练出功夫来很难，啊，因为这都是功夫拳，很吃功夫。由我这学生在做啊，大家看，一招一式，一，做，哎，往上拖。跳起来，对，跳好。这个也是一步到三步，换一个方向啊，换一下方向，都是三步到五步，换一下方向，走，往上拖，拖，拖，哎，大家看着，你看，腿到手早到了，必须要同时，啊，必须要同时的动作，嗯，哎。下边进行第三节，由我的学生演练一遍。
下边做一下这个分解动作，这个动作叫缩锤啊，这个缩锤的这个动作的要领我跟我学生做一下，咱有学生做一下，直接往这边走，这个动作还是接上一个动作啊，接着上一个动作继续往下走啊，这是第三节，哎，缩。好，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动作，什么叫缩锤啊？缩锤啊，你看，就是对方如果打我的时候啊，打我的时候是三拳也好两拳也好，是不是他打着连贯拳，打连贯拳的时候，打组合拳也好，是打连贯拳也好，是打单拳也好，必须得用这个缩锤来破。所以这个拳呢是四打四破啊，不打不破，打的本身破的本身就是打啊，所以这么缩锤，你看这个叫缩锤，很简单，相当简单啊。对方如果打这个三筒锤的话，那打组合拳才打不进来，你看都是进不来。后边的呢跟那个动作呢是什么呢，在我小的时候这是个土面，你看小鸡拜年，你看这锤豁他，就说豁他两只胳膊，你看豁他两只胳膊，你看这一串啊，在这打的这人腾一下子装出去了，你看这个叫缩锤，破完了直接一豁他，他打这里属于打的啊。这个基本手法用法就是这么个情况，再让我学生来做，咱们大家再看一下。哎，你看缩，哎，你刚才我做的这动作出来了，蹬出这步来，按我们圈脚来讲的话啊，按圈的要求，按圈的套路要求，前边的腿要虚一点，不要踩得太湿了，甚至于这两条腿一样的力啊。为什么要一样的力？跟别的步又变了，一样的力，两条腿一样的力，就是有插劲，你看前后有插力啊，我打不上你我也不往前去，打上你你就出去，我打不上我也不跟你看，也不能跟人家往前跑，不能跟人带过去，就是有这个插力，两条腿一样的力，这会插力，你看，哎，再说，哎，打，再走，哎，这个缩锤啊，哎，基本上就这么来下，手法相当简单啊，相当简单。下边吊铁掌我给学生讲解一下，接上一个动作啊，走，好，这个我跟大家说一下啊，因为他是面向这边了，你看不清楚他怎么转过来的这个身啊，怎么转过来的身，你看是吊过来的，你看带过来，对方来了手来，你看带过来的，你看这一带怎么办，这一带缠着对方手了，你看这一带缠着对方手啊，这一掌啊，你看是不是，你看带的时候你看这手，你看这样带啊，这样带，我做一遍啊，就这样，你看在这一绕啊，你看这个也是这样，你看啊，哎，很简单，来让我学生再做啊，大家看一下啊，两个动作，你看这一颤一裹一抓，这抓的是一个掌，切掌，这个掌是个切掌啊，不是这样抡大抡大皮，不是，对，切都是院当麻布，但是我们用的时候可以，你看这都可以啊，随机应变，走，雕，哎，雕带嘛，再做一个，
好，这貂逮呀，就是练貂带逮这么劲儿。你看，练貂带逮，你看，不要太远了，太远了这胳膊没力了，啊，太远了这胳膊没力了，小一点，嗯，逮着他就行，啊，你看，逮着他就行，啊，逮着他就行，哎，这个解释动作呀，第三圈，走完了。下边我做一下这最后这一趟圈的这个收势动作。为什么我也做一遍这个收势啊，跟以前的这几趟收势不一样。这个收势在我们这个圈种里头来讲啊，这最后一趟圈叫八卦引子。这八卦引子的收势呢，它手法的动作上啊有点变化，所以我给大家做一遍，大家看一看。还接这个貂带，接这个贴掌啊，接这个贴掌，你看，三圈，开，一个拜师，它是一貂，哎，是这么一个手势。下边说一下这个战乱八大的几级手法，也就是它的用法。我先做一遍啊，我再做一遍，大家先看一看。粘，你看，脚尖点地，穿身动，蓝八八。哎，粘，蓝，八，是这么个动作。这个粘呢，你看对方打落了，很简单，以短破长。你看他长，我特别短。你看这都没了，是吧？你看我这相当短。你看我这十一寸都没，你看。我这一粘它没了，你看它这个圈子，它要变圈要打我，你看它又没了，你看，刀它脸也行，你看，它如果它这胳膊向着撤，你看刀它这个胳膊也行，接着这一掌是这么个动作，啊，我做一遍大家看一看，你看，粘拦，你看这拦了八，顺着它你看八。整个打在这里，你看相当短，但这一出去，这一发力，这都长了。你看，打他这脸也行，戳他这脸也行，啊，这对劲都行，但是要注意难窜，这东西是因为冲脸去的。你看，挖他打他都行。另外一个，你看，他这个胳膊，他要如果他要多的话，多的话赶紧顺着他这劲走。你看在这打，啊，你看。扒回来，你看，大头都在这打。这个重点的手法要用在这儿，啊，那么前面这为什么呢？你看，这为破，
你看他大烙破了，你看他又破了，你看这打的很简单，有落石头打上，打的时候了一定要做深，不做深穿不出去，你看穿不出去。还有一个注意的地方，尽量啊别打胸，为什么不要打胸？你看打这个地方了危险点，你看打它是讲台，你看打这地儿，打这地儿它真打，是不是呢？你看打这地儿真打，打这儿容易伤啊。左右的是一样，你看这个，你看这是一样，你看这把，你看在这里，你看在这的啊，这个手法挺简单，挺好用。你看来来来，八八，哎，就这么一个动作，左右方向是一样，你看，来，拿着，你看，这一股过下去，撕歪了，它只是往前探的，你看，往前探了，你看这一公厕，这一公厕，这一撤，这一巴子，这个，这个掌裸他这胳膊的时候，要同时，你看，这个往回来，这个必须要往外去，啊，咱们这样看得清楚，你看，这一来必须这我。要协调穿身的力量，要协调，这就是战乱八打的这个手法。下边是挑踢，我给我学生演示一下他的手法。挑踢刚才咱们讲的啊，挑踢呢是一破一打啊，上破下打，上面这手破底下这条腿打啊，这个主要是走腿法，你看这手，这手里一挑，这一挑的这腿都要踢，你看它也是同时的，必须得同时，你看啊，就是这个动作，你看你看就这个动作，这个动作要求的主要是寸指一定要合啊，一定要合。刚才开始咱们演示的时候介绍这问题的，这个肘，这个托掌的力量啊得会用，托掌的力量不会用架不住对方。你看我跟学生演示一下，再简单再慢的演示一下啊，你看，哎，你看他打了，如果他打，你看你看这是破，你看托在这儿，这个掌一托起来啪的这一脚，你看要以这为主，以这腿为主啊，踹他这小腿膝盖一下，膝盖一下周成可够呛，你看你看啪，你看就这一腿啊，他一撤步的话打这个，你看还是这样，你看还是这样都打小腿，你看你看，哎，你看就这么动作，这是他的用法。这个拳他打了别害怕啊，不要害怕，这一害怕都不行了，他打上你们都没关系，你看这有什么关系，你看你看这都没了，你这个身子，你看你不要顶，你看你不要再顶着架，顶着架不行，顶着架吃出力了啊，支着你身了，你看支着你身了，你看啊，我这一求生这就，你看那得谢他了，他得往这探，你看他得往这探，你看有这么寒劲儿，但是不能讲深，寒劲儿，啪这一堆汗，他的这一腿，再演这一遍啊，啊，这一拖，这一拖，啪这一腿，一拖这个，一拖这个，你看同时，啊，你看，啊，走，啊，啊，你看，走，这个得悠着点。这个师兄这门操练的时候了得注意，因为这种腿容易伤人啊，这都是挑踢的积极手法。下边缩吹，这个缩吹啊，说一下这个缩吹的这个用法啊，也是先破后打啊，这拳基本上都是先破后打啊，都是不破不打，破的本身就是打。先让我学生做一下这个式子，
这个缩吹呢，就是这么两下，这劝特别简单，特别单，啊，特别单，清晰明了嘛，啊。这个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缩吹啊，缩吹，你看为什么它蹲下，在我们圈架里头来讲，打圈的时候，你看，必须要这样，你看，这提气，豁，你看，在这打啊，那我们要是用的时候，要是用手法的时候，都不见得蹲这么低，不可能，因为他打圈不见得打这么低，但是我们走圈路的时候，必须要这样坚持这样走，啊，用的时候就看这样子行了，是吧？这样子行了。什么叫缩吹？怎么用？比方对方打落了。你看对方打落了，你看他这个，你看这一合下去了，你看对着，你看吹这么缩，你看退步啊，不退步你这是缩吹，你看啊，你看这个缩吹呢，跟大家讲一下，这缩吹啊，这里边呢，就这里边身要圆。两个肩跟着胳膊，你看，又圆，右圈在前。这个圆就跟里边包着个球似的，你看，这样缩，啊，护前身，主要是不让对方打正了，不让他打正了。是的，哎，你看，我这一贴，再上这个，你看，是吧？这比赛的，你看他又打那个。所以我架起来了，我架起来，他必然要打我下边，你看，大家看清了没有啊？你看啊，但是这一跌，你看他这个打来了，这个打来，你看，都这么个形式，啊，都这么形式，啊，你看，啊这个，哎，你看啊这个来，你看这个往上走，你这一往上走，他这个劝必然要往下来，这往下缩，啊。对吧？就这个意思啊。你看我做一遍啊。啊，走，坐，呼。这个圈递的不太好。基本手法就这两下。下边雕得切。啊。也是先破后打。一样。先让我学生演示一下。哎，就这么个动作。我说一下他的手法，他的用法啊。因为对方，你看打落了，别动，别忘了，别老跟我。怎么叫雕逮？你看这一雕，这位雕，啊，你看这手这一转，你看这是逮，啊，都这么情况。要不是相当简单的啊，你看还是以短破长，顶多大劲都没关系，你看相当简单，我一用力的话，你看我窝都不动，因为什么？我把它给卸了，把它重心给移过来了，它必然的它就跟得跑，这是短破长要快，你看雕逮切切这地儿，啊，让大家体会体会，这个地儿贴上这一掌，那是比较厉害的，比较严重的，啊，啊，你看，哟，切，你看贴在这地儿，如果他要往下背，他要害怕，你看他一背一滚，你看，这都出去，啊，这扔的出去，贴他劲儿出去，再一个，那贴这儿，不让他往下爬，不让他下爬怎么办？你看我这胳膊。这个故事，这个桥就是这个桥，这是奥妙在这儿。你看，这奥妙在这儿，让大家可以体会、领会这个地方。你看，我这一眼的，你看，让他怎么着怎么着。你看，稍微一动都有，啊，一动都有，特别简单啊。你看，都不用咱大力。这个是个雕材厂，
因为这样相当厉害，是吧？容易折，啊，这都是雕宰切，左右是一样。你看雕宰，你这胳膊要往这儿是都不行了。你看就在这儿，你看相当简单。你看刮，你看这身，看我这身，你看身没动，这不灵，没劲儿。啊，他是是人力，你看这，你看他一百多斤，我一百多斤，我这胳膊再不动，你看我这身一动，你看完了。主宰一摇，你看身一扭，他就完，是吧？走，怎么打都行。但是他的使用这样重点的手法就在这儿，就切在这儿啊。如果他要往回躲，你看他往回躲，别害怕，他往回躲，你看不让他跑，就是他躲的劲儿，赶紧就变换啊，变换动作。现在面掌拳的五趟拳就算完了。首先我跟大家解释一下情况，这面掌拳属于短拳，一共是八趟啊，我现在打的是五趟。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八趟，现在打五趟，就是这个拳呢，面掌拳随手皮管连环沾乱八打这几趟拳呢，这是前面的，后边还有两趟是八卦拳。这个八卦拳呢是大四茬小四茬啊，正东正西正南正北，这算一趟拳啊，歇住角度这四个角也是一趟拳。那么我们前面呢是六趟啊，前面是六趟，后边呢这是八卦拳呢就分两趟的，这样呢为这个八趟拳啊。现在这个八块拳呢一般的人都不打了，我那时候也学了也打。为什么现在不打了，都说太繁复啊，太繁复。实际上呢这个八块拳就是八个手法，这八个手法呀都在我们这个五趟拳之内啊，都是等于我们单操手法一样，这八块拳就是等于单操手法啊。有的人不是练散手，是不是别的拳种好多拳种都是单操散手，哎，就是这八个拳都是这个意思。那么最后这趟拳为什么收拾跟前面这四趟不一样？这趟拳呢，它的名字呢是叫八个引子啊，八个引子弯路都是八个拳。所以这个情况啊，需要跟大家这个解释一下。但是它里边的手法、腿法，这个一点不缺啊。再一个呢，就是这个拳，凡是回来的时候，它是三手拳。什么叫三手拳？就是这一趟拳三个手法啊，就三个手法。那么我现在呢把它组成四个手法，经过我多少年的这个积累的这点经验吧，啊，几十年的经验吧，我认为啊这样打呀比较这个好一点啊。三手拳我变成了四手拳。那么它最后的呢都是回来的这一趟拳都是一步三拳，都是一步三拳。那么现在我都在随手里边留下来一趟这个一步三拳，那别的拳里头这个一步三拳呢，我都认为啊都没有必要这样打了，显得特别单纯。所以过去的传统东西啊，让人看着不受看，特别笨重，特别单调，所以呢，我都把它组成了五趟拳，啊，刚才我已经讲了，但是这个拳种的手法、腿法，这个是。一点都不缺啊，一点都不落啊。所以这一代呢应该向这个大家呀解释一下啊，解释一下。还有的人呢，还有的地方呢，不通的地方打十六趟，刚才我已经讲了八趟，有的人有的地方地区打十六趟。他怎么打十六趟？他说我们打的这个圈是一去一回两个来回啊，我们现在打的是两个来回，是四个手法算一趟拳。有的地区呢是一去一回来哎算一趟拳。那么这样八趟呢分成什么，是吧？就是二八一十六，这十六趟呢。
那么那十六趟打的这个圈呢更单了，是吧？就跟那个星一圈是相似的了，差不多了，一去一回来走一趟圈啊。所以我们做打的就是两个来回啊，所以这一点呢在这里跟大家这个解释明白啊，解释明白啊，手法腿法这个是一点没学。好，谢谢大家。